香菜不要多放辣椒，蛋糕越甜越好，唱歌跑调最爱夜宵，聚会只喝一杯就倒，爱穿旗袍喜欢撒娇，还有两包没用的唇膏，见招拆招说说笑笑，姐妹之间的吐槽。你喜欢安静，我爱热闹，看似会不搭却很协调，就算什么不说也能猜到，已经不需要相处的技巧。你喜欢安静，我爱热闹，看似会不搭却很协调，就算什么不说也能猜到，已经不需要相处的技巧。暗恋她好像鬼迷心窍，陪着我熬夜痛苦傻笑，我们之间没有情不打扰，短信若报废电话就打药给你贴杯子上了，你要是不舒服呢，就把药吃了，早点休息，别玩手机了。我还是我睡沙发吧，我个子比较小。你是客人，怎么让客人睡沙发呢？我不要做你的客人，我要做你的主人。何小阳，你听好了，我们可是有约定的，你要是不听话，明天就把你送出去。晚安，老杜。这些的稿子又被退回来了，收视率是公司命脉，况且最近的收视率在一路往下掉，丝毫没有回升的趋势。丽丽，你不能再坚持自己，要多听听大家的声音，看看大家感兴趣的都是什么话题。你也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淘汰吧？媒体邀请都完成了吗？完成了，刚刚在群里确认了一个明天到场的时间。公关稿和车马费呢？没问题，对吗？下柜的物料都检查过了吗？再三确认过了，肯定不会有问题的。嗯，视频文件呢？拿到，功能已经试过了，没问题。好，准备了那么长一段时间，记住，千万不能出任何的差错。明白。安保人员呢？什么时候到位？明天一早就到，到时候我再培训一下他们。那这里就拜托你们了。好，基本上只要按照今天彩排的流程来，就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我马上去一趟成都，那边的活动还是需要我盯着，发布会之前我会把叶子带回来。你好。你好，请问你找哪位？我想找滕总，请问他在吗？你有预约吗？没有。
没有预约的话，童总今天恐怕没有时间。啊，是这样的，我是顶级资本的戴西西。前一段时间我跟我们段经理来这开过会，你还记得我吗？哦，那我帮你问一下他助理吧。啊，谢谢，麻烦你了。哎，喂，你好，前台有一位戴小姐要找童总。哦，好的。童总今天一整天都在幽盟资本开会，要么您改天再约他吧。幽盟资本？是的。项目挺有钱的，对，要不再考虑考虑吧。我觉得可以。你好。啊，你好。哎，那个不好意思啊，能不能帮我刷一下卡？我出门的时候太着急了，我忘记带卡了。请问您是哪家公司的？我是幽盟资本的。请问您的姓名和工号？哦，对不起啊。不好意思，我忘记带文件了，我回城里取一趟，一会儿再麻烦你啊。抱歉啊，对不起啊。传单您拿回去看一下，有需要的话联系我们。啊，好的。哎，传单拿回去看一下吧。哎，谢谢，谢谢支持。好。哎，谢谢，谢谢。一上午了，看热闹的人倒是不少。礼品也快发的差不多了，没有一个真正签约的，真棒！别着急啊，姐，这早上来咨询的人还挺多的呢，他们也需要时间来考虑一下嘛。我看现在午休的时候人还挺多的，我不吃了，我等会再来。吃一口吧，先。哎呀，哎，小姐，你看一下。落定山婚礼策划。小姐，您看一下我们的传单。啊，好的好的。啊，那您是婚礼策划，谢谢。好的。先生，那您是婚礼策划。好的，我去上个厕所。好。先生，麻烦您看一下。行，今天就这样，咱们回头再约。期待我们的合作。好嘞，谢谢。谢谢。再见，拜拜。哎，啊，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吧，路上非常堵，我们得抓紧时间。唐总，唐总你好，我是戴西西，我是顶级资本的。之前我们一起开过会，你还记得我吗？我记得你。嗯，您现在方便吗？我有点事情着急跟您沟通。不好意思，戴小姐，我真的着急开下一个会，赶时间呢，不好意思。五分钟，五分钟就可以了。金秘书，留个联系方式，改天帮我约。好，我先。三分钟就可以了，唐总。两分钟，两分钟可以吗？唐总。小姐，戴小姐，两句话就说清楚了。我们开会要迟到了，戴小姐，我们下次再约好吗？诺丁山婚礼策划，小姐，麻烦您拿回去看一下，谢谢。诺丁山婚礼策划，先生，您看一下吧。可以为您量身定制的。啊，婚礼倒是我挺想办的，但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那您说说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上您？我觉得我缺个媳妇儿，要不你顶一下。干嘛呀，先生？哎，你流氓吧？干嘛呢？我看你是欠收拾是吧？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之下对人家动手动脚的，干嘛呀？怎么着，浑身痒痒是吗？要不要抽你一顿啊？哎，真有点。来呀、啊，我张开双手拥抱你、啊。来、啊。哦，啊啊！还要媳妇吗？还张开双手吗？哎，怎么回事？他踢人。你们怎么还打人啊？你怎么不问问他干嘛对一小姑娘动手动脚的呢？确实是他先动的手啊，这我们可以证明，确实是两个大姐见义勇为。你叫谁大姐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吧？要不要上医院？你有事儿吗？臭流氓，赶紧滚蛋！
走吧，走吧，走吧。干嘛呀，姐？好，好，厉害，厉害。行了，忙去吧，都。小姐，谢谢你的帮忙。啥意思？温如雪，咱俩认识吗？你刚才那一脚可真够狠的。马上认识。你不是那个丽丽？姐，她是那个丽丽周，我偶像。哪个？有名吗？啊，你好。所以，你是想让我去做你的撰稿人？对。我就着你所有公众号的文章喝了三瓶红酒。你的故事太下酒了。但是我这个人自由惯了，你要让我朝九晚五的坐办公室，我真的做不到。朝九晚五，美的你，现在哪还有这么轻松的上班时间呀？你作为我私人聘请的撰稿人，每周给我供一次稿。什么时候写，写多久是你自己的事，我只看结果。收获之后马上结钱，你只需要对我负责。唉，但是我工作室那边，我现在不也没有什么业务吗？等有了再说呗，只要你能兼顾得过来。不过，如果你要真坐稳了我的撰稿人，赚的钱肯定比你做策划师每个月要落到自己手里的多。刚开始咱们有个试用期，每期稿子这个数，1000、10000。等收视率上去之后，我可以给你 double。事情帮我查怎么样了？他是一个运动爱好者，重点就是他每天晚上都去同一个公园夜跑。怎么还不出来啊？都几点了？跑不跑？啊，来来来来来，住这附近？啊，对啊，我住那儿，住附近。哦，以前夜跑没见过你。对，我以前在家里跑，我今天就是想出来呼吸一下。今天挺冷的，小心感冒了。啊啊，不会，没事。啊，对了，滕总，我有件事想跟您说一下。那个，之前的事情是因为我弄错的数据。所以才让段旭做了误判。段旭已经跟我说过了，是他搞错了。你们公司的人还挺团结的。不是不是，真的是我弄错的，是我的错。是谁弄错不重要。我们现在已经跟幽盟资本签了合作协议了，所以希望你们尊重我们的决定。据我所知，您跟幽盟资本只是签了意向书，对吗？那既然只签了意向书，没有签正式合约，我们所有人都有机会啊，我们顶级资本也有机会的。而且，如果您对幽盟没有任何犹豫的话，为什么不直接签合同呢？之前您也说过，您看中我们顶级资本是看中我们的其他资源优势。那既然误会我已经解释清楚了，为什么就放弃跟我们的合作呢？唐总，唐总，在我心中，我们才是最佳的 CP， 不能因为一点点小瑕疵就影响我们在一起，对吧？是因为你们模式有问题，强行用投资扩充用户量是没有用的。这就是您对幽盟犹豫的原因，对吗？因为他们除了钱什么也帮不了你，而且你心里也清楚，你们不仅仅是缺钱那么。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有，我有办法。如果我能想到解决方案，你是不是愿意重新考虑跟我们鼎泥资本合作？那要看你这个办法是不是有很好的建设性，而且我等不了太久。十天，三天，三天，三天，我给您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就这么定了，赶紧回去吧。不在户外运动的人，小心感冒了。赶紧回家吧。这么晚给我打电话干嘛呀？哎，大姐，没事，赶紧撂了啊！不是不是，你听我说，我争取到跟滕总的合作机会了。你在哪儿啊？我在公园啊，我刚陪滕总做完运动。都快十二点了，做什么运动啊？还喘成这样？你到底是用什么方式争取的合作啊？当然是跑步啊，不然你以为呢？找一个暖和的地方等我。OK， 我现在去。Yes。哎，你都跟滕总说什么了？啊，就是你说的那些啊，跟他们说他们 app 的运营模式有问题。就这样，就这样啊，然后就说让我们给一个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如果他觉得不错的话呢，就会重新考虑跟我们合作哟。那你知道他们具体问题出在哪儿？知道啊。那不知道你怎么解决啊？你不是知道吗？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做 app 的，我怎么知道他具体问题出在哪儿，又应该怎么去解决呢？你不是跟我说他们的运营模式有问题吗？这不是废话吗？他要是没问题，他能缺钱吗？那我怎么知道你不知道？你又没有跟我说你不知道。你这个人怎么喜欢不懂装懂啊？什么叫不懂装懂啊？在我这个层面啊，只要知道他们有问题就够了，剩下的问题他们自己去解决。基金公司只是帮被投方完善投资结构，等他们有了钱了，自然会解决问题的。你在这瞎许什么诺？那怎么办？我说都说了。再说了，我当时要是不许诺的话，就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不是你让我去争取一个机会的吗？那既然机会已经争取到了，大不了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呗。你可真能折腾。这个就是积木 app。积木 app 呢有两大特色，一是能通过分析用户的画像、地理位置、兴趣爱好等信息，根据用户的需求匹配对象；第二，无论两个人的匹配度是多高，它都可以推荐适合他们聊天的话题，还有约会的场所，满足年轻人的社交需求。而且可以通过这个运动手环，根据聊天或者约会过程中的心率变化，读出两个人约会的心动指数，从而指导他们的恋爱进程。所以呢？所以我们为什么不体验一下，看看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合情合理，意料之中啊。走出去才能找到我，找到我们还有不到60个小时，赶紧出发吧。哎哎，你不会打着工作的旗号要去相亲吧？我说了我要去相亲吗？我说的是我们，我和你，赶紧吧。我拒绝。走快点啊。哦，带着。我不带。滕总的项目，不想挣钱了？想。拿着。答一声。
笑得怪瘆人的。你们没发现最近办公室多了很多莫名其妙的粉红泡泡吗？粉红泡泡？哪儿呢？当然是西西跟段旭了，没看出来啊？怎么可能？段旭和刘科那么好的哥们儿，段旭怎么会接这个班？再说了，段旭和西西天天在那怼，他们俩谁看谁都不顺眼，不可能。我跟你讲，这就是你不懂了，就因为怼来怼去才怼出火花来了呢。哎，打个赌，我赌他们俩不出一个月绝对爱得死去活来的。这样，我来拉个群，咱来设个赌局好不好？真是谢谢你啊，其实文件没有那么重要。我挺想见到你的。对了，汤总呢已经到了，既然你来了，我们一定要拿下他。活动结束之后呢，增加了一个晚宴环节。这么着急？这样我没有时间准备啊。你不用担心，我交到这边的市场部处理，这点小事儿他们一定能搞定。你也不提早说，我连一套合适的衣服都没有带过来。别的都不要管了，你只需要美美的出现，其他的交给我。你说我们是不是来的时候不对啊？攻略上说呢，这是一家适合求婚的餐厅，应该在晚上来，会有烛光晚餐，还有布鲁斯乐队的演奏。差不多得了，无非不就是灯光再昏暗一点，然后有现场的音乐吗？你看现在这不也放着音乐呢吗？发挥你的想象力，把它当成现场就完了呗。嗯，那你今天为什么带我到这家餐厅来吃饭？啊，不是你看着那攻略说咱们一块过来？哎呀，不是不是，大哥，我们已经在模拟情侣了，我是来体验的嘛，我都入戏了，你在说什么呢？体验？你不体验，你怎么告诉大家你的感受和经验？是是是，那开始了。哎，开始。嗯。哎，不，你这敬业一点。怎么样？有感觉吗？那你今天为什么带我到这家餐厅来吃饭？我今天我说什么呀？说词儿啊，我当成你喜欢的女孩说呀。再来一次啊。那你今天为什么带我到这家餐厅来吃饭啊？你不是一直想来吗？我觉得我平时工作很忙，没有时间陪你。然后久等了，两位慢慢看，选好了叫我就好。谢谢。我平时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陪你，然后工作压力也挺大的，偶尔可能会冷落你，所以今天我想要。两位现在需要点餐吗？不用了，谢谢。平时工作很忙，压力大，没时间陪我。啊，很忙，压力很大，没有时间陪你。嗯，今天正好是我们在一起的纪念日，所以我特意选了这样的一家餐厅，希望两位好，我是主厨。嗯，我想问两位，就本店新推出的菜品有没有什么意见？大哥。我们只点了两杯水，还没点菜呢，怎么会对菜品有意见呢？你们这服务也太周到了吧！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打扰了。那不是先点菜吧，先点菜吧。催咱们点菜呢，这么长时间都没点菜了。
这也太贵了吧？这攻略上说是适合求婚的餐厅，求婚是人生大事儿，总是要花点钱的。不是你菜大事儿也不能这么贵呀、啊？这这是什么呀？这是？不吃了，不吃了，不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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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哎哎，对旭，哎呀，哎，哦。活动搞得非常成功，谢谢你。谢谢。那我先告辞了。嗯，慢走。咱们走吧。拜拜拜拜拜拜。那就这样。好。好了。真的辛苦了，活动搞得相当圆满。这叶子啊，那个你得一个人在这儿辛苦辛苦，我得借你们丁总一用。没问题，我一个人在这可以。这里的收尾今晚务必搞定，记得明天一早的飞机跟我回去。好，那我先走了。辛苦了，走吧。衣服我已经让人放进房间了。啊，这样，咱们半个小时之后在这儿见，然后一起过去。好 ，OK， 一会儿见。喂，好，顺利。唐总觉得，你们这是金童玉女啊，郎才女貌啊！没有没有没有，文总哥，唐总，我适配一下啊！好久不见，哎是啊，丁总，我今天不得不承认，活动搞得非常成功。有鉴于此，我决定，明年的活动还交给你。谢谢唐总，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不能光说。咱们得有实际行动，来，干了，来 ，Cheers。哎呦，丁总不但工作能力出色，这酒量也不错啊。来，那怎么也得再来一杯。唐总，哎，我刚才还没敬您呢，敬您。丁总可是一口气一杯，你怎么着？半口气。好。喝点儿，我们一起跳支舞。哎，唐总好酒量，那我们适配一下，请吧。我快忘了怎么跳了。我会带你的。
开个门都开不好。不是，我在想我踩到你了，疼死我了。谢谢。罗成今天请假了。哦，知道。要我帮你拿上去吗？哦，不用了，没关系，我们自己来就行了。好。叶子，丁总，你去一趟办公室，帮我拿下名片，我去一下会场。好，走吧。谢谢。一切都正常吗？不正常。我过去一下。好。Jessica， 哎，今天辛苦你了。不会，场地都准备好了。我还有客户在，那你先忙。好，你先忙，我看一下会场。哎，有几个问题要跟你说。比如说他这个整完的人，什么都能忘。这么重要场合，你带点脑子吧。羽凡呢？不可能呀！这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起，怎么可能只有羽凡不见了？昨天彩排完之后，我就放在一起，就再也没有打开过了。你确定你放进去了？1000000确认。这老刘还在旁边督促我呢。老刘，老刘，你见到装产品视频的 U 盘了吗？不是在朱莉那儿吗？你问问他。我们俩现在在一起呢， U 盘不见了。什么情况？我去看一下。找到了吗？没有。我的邮箱里面有客户传的云盘链接，里面有备份，赶紧下。好。哎，等一下，你在这儿盯着吧，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差错。打电话给叶子，他在楼上。好，你们谁跟我去一下？
过去。打开，我看一下。喂，叶总，你还在楼上吗？赶紧到丁总办公室，在他邮箱里下载一下酷的产品介绍视频。对，找到邮件了吗？对对对，就是你用盘锦旗。什么？怎么了？叶子说，云版里的袁文谦也被人删了。Jessica， 麻烦你到主控台来一下。云盘里的原文件是我亲自上传的，怎么可能莫名其妙就没有了呢？完了，现在备份丢了，这个怎么办？这份文件除了你我这里，还有谁可能会有备份？我打电话问一下后续公司。这都过去五分钟了，怎么还不开始啊？怎么搞的呀？这酷印一向准时的呀。对啊，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一下，连个负责人也没看到。这算什么意思啊？哎，好，我是做直播的，这直播间呀都被弹幕给刷炸了，这不让我开天窗吗？哎，保持一会儿，我去问问啊。怎么回事？这发布会到底还开不开？当时出现了弹幕，我上弹幕走。哎，丁总，1:12了，这发布会到底什么时候开？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出现了一些技术上的故障，具体的安排等一下会统一的通知大家，您先回去耐心等候一下。我做的可是直播，我等得起观众等不起，我的赞助商更等不起。哎，你们现在弹幕的每一分每一秒，赞助商最后都会算在我们的头上。我知道，我知道，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好意思，我们会尽快的处理好，请您先回到您的位置上，耐心的等候一下。真的很抱歉，这次一会儿就好。对不起。哎，还好，后续公司有备份，我给你派人就去了。太好了，叶子，你赶紧跟着一起去，千万不要再出现任何差错，快去快回。好，我现在就去。拿到视频还需要一点时间，我联系一下餐厅的主厨，请他安排一场茶歇，尽量的做的极简风一点，这样也比较符合你们酷艺的调性。可是那样会不会变成聚众吃喝吐槽啊？当然不能只有食物，我们还得安排其他事情，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新品体验，但我担心这样会不会在发布会还没有开始的情况下就提前曝光了你们的新品？让观众们现场体验一下倒也没什么，说不定会让他们的感觉更加直观呢。再说目前这种情况，这是唯一的办法了。谢瑞啊，面包胚子烤好了吗？马上烤好。出炉之后切成方形，用碎角做成眼睛和嘴巴，就像机器人一样。还有就着手上现有的材料做一些点心。好，大富你做果盘和沙拉。好，老宁你跟着我做冷盘和小吃。好，饮品嘛就做成无酒精的鸡尾酒，颜色调成蓝色调，配合酷艺的主视觉。 OK， 好，谢谢。你是怎么搞的呀？你手下人怎么做事的？这件事你怎么安排的？是我的失职，跟我的手下没有关系。之前你是给我做了保证，我才允许你去成都的。 OK， 你放心，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会写一份报告，把所有的事情交代清楚。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得让我赶紧去解决问题啊。总经理好，丁总，餐厅那边让您过去一趟。没人叫你，我只是不想再听他骂你了。谢谢。对不起，丁总，视频是我弄丢的，你就骂我吧。我骂你有什么用？现在是规则的时候吗？
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会负责，怪不到你头上。赶紧走吧。很好了，就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谢谢你们，多亏有你们，我才能稳定这个局面。恐怕光有茶点还不够，那个体验新品的主意挺不错的，不打扰你们了。好，丁总，视频已准备好，发布会可以随时开始。叶子回来了，朱莉，你先跟我回去。老刘，你可以组织大家回现场。好。人工智能引发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它将改变你的每一个生活方式。对枯叶来说，人工智能是换个维度感知现在，洒脱地面对未知，是热爱，是勇敢，是希望，是更坚定地走向远方。因为枯叶，你的世界变得不同。为你，为我，为所有人，你准备好了。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酷艺的新品发布会。首先，我代表酷艺为刚才我们的技术部长给大家造成的麻烦和耽误的时间表示深深的歉意，但是我相信接下来各位看到的一定不会失望。下面请大家去我们的展区去体验一下我们的新产品，我相信各位一定会觉得不虚此行。真心爱着剩下。